毛可以拆哦。就是如果你今天穿比较就是稍微比较个性一点的话，它的毛可以毛领是可以拆掉，但它的毛真的非常的蓬松。看一下它的。对，它的内，它这件真的是很有质感的，它里面的那个毛超级舒服，而且很厚，而且超漂亮，非常非常舒服，它可以堪比毛料那个什么铺毛屑的小被被，就是比毛毯还要舒服。它这件真的是一摸就知道是质感非常好，是很贵的那种。对，它有点微混色，它是有点混深咖跟黑色。我发现它的口袋非常大，它的口袋这么大，就是它口袋的范围这么大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放。我觉得连那个 plus 也可以放，小编的手可以放，可以，小编是那个 plus， 现在放。可以，也太夸张了吧！而且重点是它还有空间呢，这个 plus 是可以放的，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间。对，它这个真的很大，它连短夹都可以放。如果你是短夹的话，就可以放，吊死也可以，就是容量真的超大。对，它可以遮住屁股，有些很多都可以遮。对，它遮住我整个屁股。然后扣起来的话，也可以当围巾。